No. Hello， 大家，我现在想要来做草莓酱。这是我之前在 Costco 买的草莓，就我还没有吃完，所以我今天就打算来做草莓酱，就来先洗草莓。好，那我的草莓洗完了，现在来切。这边再用那个热水煮，等一下要放草莓酱的两个罐子，这样可以消毒。大家，现在大概是5:30，然后我来做晚餐。今天晚上我打算吃芥末虾球，我也是第一次做，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们来试一下吧。我现在来打算用空气炸锅来烤一些春卷，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春卷，然后就是有这种是起司的，然后这种就是里面是看起来像是泡菜还有肉，像这种起司的春卷超好吃的，但是呢它烤的时间要很短，就大概5分钟就好了，但是肉的呢就要烤久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把
这种需要长，就是烤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春卷给先烤，就先烤个10分钟，然后最后的那5分钟我再加这种起司的春卷，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起司蘑菇。能看到吗？这个是那个起司，超好吃的。
今天晚上我打算来做明太子美乃滋意面。这一款意大利面真的非常容易做，很简单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你有明太子，然后有美乃滋，还有意大利面就可以完成的一款意大利面，而且很好吃。如果你喜欢吃明太子的话呢，非常推荐你尝试一下这一款意大利面。这一款意大利面真的是又简单又好吃，然后又快速，真的是非常适合工作日就很忙碌的一天，没有什么时间做饭的时候来吃。在我准备明太子之前呢，我准备先用气炸锅来热一些章鱼小丸子。这个章鱼小丸子是在 Costco 买的，直接就是一大包冷冻的，然后你就可以拿买回来，然后放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里面炸就好了。全放吧。OK， 那我现在就拿去炸。我这边有一个碗，我就把这种明太子来放进去，这些籽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就它这个是挺好，已经帮你切开了，有一些没有切开的，你就要轻轻的把皮划破，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用刀背，就把它轻轻的把它给刮下来，然后放到碗里。明太子还是挺贵的，所以我就会一粒都不会剩，都把它都刮下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这个美乃滋酱，基本上就是美乃滋加进去，分量多少你们可以自己调节，我每一次都是随意的，就是把明太子还有这个美乃滋搅匀，弄成一个美乃滋明太子酱，在里面加一点胡椒，还再加一点盐。会再放一点芝士，你可以放普通的马苏里拉芝士就好了。我这个是我之前不小心买错的一个芝士粉，所以我就只好把它给用完了。但用马苏里拉芝士会更好。好，那我们的酱差不多弄好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开始煮意面。可以放也可以不用放，完全没有关系。 OK， 那我们的意面煮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加进这里面。那我的明太子美乃滋面就完成了，超简单的，是不是？最后来撒一些那个芝士粉，然后我们再撒一些 parsley。太子意面就完成了。 OK，
像那个章鱼小丸子的酱。还有美乃滋。我们放上柴鱼片，其实那个明太子美乃滋意面上面也可以撒柴鱼片，但因为我今天晚上就是吃这个章鱼小丸子上面已经有柴鱼片，我就没有放了。然后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海苔吧，我就很喜欢撒在上面，很好吃，这个超好吃的。 OK， 那我的章鱼小丸子也完成了，噔噔，超好吃的，超容易做，就是冷冻回来自己加热。我好懒哦，噔噔。超好吃的。其实这一款意面不加那个芝士也很好吃，不加芝士反而就是明太子的味道会更加浓郁一点。超大一口，嗯，好吃。我觉得加了蘑菇也不错哎，它里面还是有个小小的章鱼脚，看到吗？这是章鱼。但我觉得 Costco 的章鱼小丸子的面粉太多了，就是这么大一个章鱼小丸子里面只有一小小的一个那个章鱼脚，我就觉得面粉让人感觉非常的多，所以没有说是我特别喜欢吧，但是怎么说呢，就比较方便咯，已经做好了不用自己做，然后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还是会买，但不会说经常买。我现在来吃雪糕，这是我昨天买的黑糖珍奶雪糕，我现在听说这个很好吃，我现在来吃雪糕，我要一边吃雪糕然后一边学习。你看到吗？这是珍珠，好好吃啊，这就是黑糖珍珠的味道。 Hello 大家，现在是下午的5:45，我来准备晚餐，噔噔，超多东西。今天晚上呢，其实今天晚上要吃大餐，就也不算是大餐大餐啦，还是自己煮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庆祝一下，因为呢今天是我大学上课的最后一天，耶。所以我们就打算来今晚庆祝一下，然后我就打算来做部队锅，对，然后这些都是我之前冰冻的一些材料，然后今天我不会全都吃了啦，只是就是每一个材料拿一点，然后放进部队锅里，所以现在我就来准备食材，然后部队锅的主角当然就是辛拉面，然后还有泡菜。这款泡菜我觉得没有很好吃，所以我不推荐大家。对了，除了部队锅之外呢，我为了消耗掉我家的黄瓜，今天晚上我就还会做我爱吃的土豆沙拉。那现在我就还是先开始煮土豆好了，这些东西放这边。那我现在就快速的准备煮土豆沙拉的一些食材，就是煮土豆，然后还有胡萝卜。我在那边已经开始在烧水了，所以现在我就只是需要把东西切好，然后放进水里面把它煮熟。我会在我的土豆沙拉里面放鸡蛋，还有培根，还有黄瓜、洋葱，对，就这几样东西，所以我就会一样一样准备好。土豆沙拉很容易做，就是每一个食材都把它准备好了，然后混在一起就好了。胡萝卜和土豆的比例我喜欢的是大概是2:1吧，就是胡萝卜大概就是土豆分量的一半这个样子。
这是我之前冷冻保存的培根，现在就来煎一下。直接拿去煎就好。那我就来准备一下我的部队锅会放的东西，就放就是香菇过敏丸，然后还有一些芝士年糕。金针菇，然后这边是我冷冻的鱼饼，
超好吃的。那我的土豆沙拉就完成啦。大家，我在拆包裹，刚刚拆了一个，这是 Chanel 的一个，它包的好漂亮哦，我没有要它要包装，然后但是它还是给我包了，很漂亮哎。我们来拆包裹，噔噔，我买了一个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就是非常柔温和的那一种洗面奶，就不会说让你洗完以后觉得脸很干啊那一种。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啊，我应该把这个拿开。它在这边有点丑，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买了一些洗头水，我买了一瓶，两瓶。三瓶，我买了三瓶洗头水，把它放在这边。你看箱子啊，哦，四瓶，这一瓶是送的吧？还是我买的？我已经有点忘记了。这一瓶洗头水呢，是他说是一个比较滋润型的一个洗头水。这一款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吧，就是可以生发的一款洗头水。
这个的味道和它有点像，它的味道就像是那种草本啊，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味道吧。这一瓶洗头水呢，是我看的 Kelly Young 他在他的 YouTube 里面推荐的一款洗头水，他说这一个味道是这一个吗？应该是吧。他说这一个的味道比较好闻，我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会好闻一点点，它有一种就有一点点像牙膏的味道，它就是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在里面，是这一款。我没有用过这一个，这两个呢是我是用过的，这两个我都没有过敏。这一款呢它是生发，然后你可以搭配它的那个生发精华使用。我家里已经有一瓶那个生发精华，所以我现在就这一次就没有再买那个生发精华。但是洗头水我是补货。这一款洗头水它就是可以说帮助你的生发，但是呢它挤出来是没有什么泡泡的那一种，但是这一款呢它挤出来就是会泡泡会偏多一点，但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然后在这几瓶的价格里面来说呢，还是紫色的这一款价格是最贵的。这一款呢就是说是对头皮好的，我觉得你的发质想要好的话，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头皮，所以我看到他说是 scalp benefit 我就立刻就买了，我也没有用过这一款。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挺好闻的。但是 Aveda 家产品他们营造的一个理念就是都是比较自然的，所以它的洗发水里面它的这些味道都会有一点点偏中草药的那种味道的感觉吧，没有说是会很香，就是真的就是像是加了香精的那一种香。所以大家如果你很喜欢很香很香的洗头水的话，这一些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是他们家的，也算是一个明星产品吧，这是一个护发素，它是就是可以改善你头发的毛躁还有受损。送的我又还是选了这个和这一瓶是一样的，一瓶小小的，因为我觉得可以带出门。对，这就是两个赠品。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开箱，那大家晚安咯。